这责任一定要有一个负人负担的话，那会是谁？我。好，谢谢姚主席。另外，我想说的一点是，最后李楠把阿联换下来场那一刻，我感觉是非常正确的决定，因为一个像他这样的老兵，应该去，不应该让他去在后边场上度过那40秒钟煎熬的时候，应该让他这样的默默走下半场。